快捷汉语一加一。快捷汉语一加一。第十一课，爱情。第一幅画。词汇。呢。给。浇水。养。盆。玫瑰花。代表。意思。爱情。把。送给。对话。老李在干什么呢？他在给花浇水呢。老李养了一盆什么花？他养了一盆玫瑰花。玫瑰花代表什么意思？玫瑰花代表爱情。为什么老李喜欢养玫瑰花？他想把玫瑰花送给女朋友。第二幅画。词汇。希望。更。爱。对话。老李睡觉的时候怎么样了？他做了一个梦。在梦里，老李梦见谁了？他梦见他的女朋友了。女朋友喜欢老李送的玫瑰花吗？他很喜欢老李送的玫瑰花。老李希望什么？他希望他的女朋友更爱他。第三幅画。词汇。剪刀。剪。唱歌。心里。对话。老李手里拿着什么？他手里拿着一把剪刀。老李拿剪刀干什么？他要把玫瑰花剪下来。老李为什么唱歌？因为他现在心里很高兴。老李为什么高兴？因为他心里有爱情了。第四幅画。词汇。梳洗。打扮。准备。见。放。口袋。奇怪。这么。对话。老李在干什么？他在梳洗打扮，准备去见女朋友。老李穿着什么衣服？他穿着新西服。老李把玫瑰花放在哪儿？他把玫瑰花放在西服的口袋里。老李的狗觉得很奇怪，他在想什么？他在想，为什么老李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？第五幅画。词汇。姑娘。以为。对话。老李晚上去什么地方啦？他去公园了。老李在公园里看见什么啦？他看见公园的长椅上坐着一位姑娘。老李以为那是谁？他
以为那是他的女朋友。老李干什么了？他把玫瑰花送给那个人了。第六幅画。词汇：好像、害怕、扔、说、对不起、没关系、认、认识、错、对。对话：椅子上的人怎么样？他好像很生气。为什么那个人很生气？因为他是男的，不是女的。老李怎么样？他很害怕。老李的玫瑰花呢？他把玫瑰花扔在地上了。老李对那个人说什么了？他说：“对不起，我认错人了。”